所以阿伯自头到尾，我是你挑拨你信任的俊杰哦。我干阿是给俊杰哦一点啊小小的气焰啦，看伊是毋是有头脑甲才能，会当做一品未来接班人。结果一个气焰，伊考得无好，60分拢无呢，无及格啦，够天真的啦。要是用俗的价钱就能买到品质好的食材，少年人就是少年人啦，啊，社会事哦，你无经验的啦。这真变的少年，你甲 A 来，我卡我跳，卖牛粪底食材好啊，真好啊。到时阵你嘛要笑笑，要倒过法律的制裁。你安尼对我比较档次，我唔只要告你，互你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阿伯，你来到遐尔无品哈？无使迄个时阵，我爸遐尔有心，找你转来公司，想要甲你做伙拍拼。不过你私底下在做一寡袂记事的代志，唔然想要偷窃阮爸的油脂，佮即摆出后步，想要关掉应聘，你良心有够无去啊？是无？你唔免替伊讲话，即间公司的损失遮尔大，伊的责任上大，应该把这责任担起来。爸。三片出问题是我责任，我负责无唔对，我绝对无第二句话。不过当初是你，若是卖让李有贵入来咱公司上班，囡仔嘛袂发生这种饲鸟鼠咬破的问题。俊杰，你袂当安尼跟恁爸爸讲话啊！我知影你真不满我当初的决定，你认为我无应该让俊豪，啊，佮恁阿爸佮重新转来公司。啊！不过你为着要表现你的能力，你做好你应该做的代志，再让恁阿伯这里干干失去你。阿伯就是做慢慢的讲公司不好倒的，即摆你把所有代志都怪我遮，对我更不公平。我是就事论事，你若是做好你干多工课，代志干会不该这么严重。爸，我是受害者，我用陷害的，你不怪你的兄弟，你煞你怪我，你安尼怎敢对？这个苦命就爱我死。规当店遐公司无什么作为的李俊豪，爸竟然派伊去澳洲参加研讨会，连我一个李有贵，伊一工到晚想空想白，就是想要失去我、陷害我。伊竟然让伊离开咱公司做业务部的副总诶！为什么做决定的人不是我？不过说我负责总部的责任，安尼够唔公平？应该负责任的每一个人，尽量走下去。爸，你哎呀，哎呀，你别安尼啦，紧紧紧，大家回事了啦。我还没你管呐，你是什么态度啊？卖铁方姐出去。头家啊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你吼卖个接皮小杨，小杨吼为着公司真正是尽心尽力，伊做辛苦你替公。方姐，方姐，公司的代志你不了解，卖个讲了。小姐。俊杰，我知影恁两个人即马心内拢有怨气伫个，啊，不过即马上重要是大家要团结起来，要做伙来去想办法来解决，啊，若无，迄李有贵会阁想啥物后步来对付咱啊？